好，我们接着看80页102句啊，这个也都算是总结呀、前人走过来的路啊，就览往事之成败啊，过去历史当中这些事的成败，查将来之吉凶，考察将来的吉凶。对我们来讲，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也要好好总结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未有甘名妖利，甘名是求取名位啊，妖是也是求取啊，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这总结没有追名逐利啊，而且贪婪不知道满足，然后却能够保持家道世代相传，而且长久享有福禄的人是从来没有过的人。所以这个贪则静平了，贪呢跟平字啊很接近了，你不知足啊，我们前面都讲了，不知足啊就会招来灾祸啊。也有一首诗提到了啊，历览前贤国与家啊。他总结国家跟家族，成由勤俭，败由奢，所以这个勤俭为持家之本，这句话也是总结出来了，好，所以都是要从心地上去求所谓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不是向外去贪求啊。好，我们进入呢，以是孝悌传家，孝悌为传家之本。那这个《鹿儿》啊，大家应该也都有读过啊。尤其这一句啊，哀哀父母啊，生我娶老。我们。回想自己成长过程，确实父母啊，为我们也操了不少心，出了很多力啊，很多血汗啊。那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是，因为刚好我这个外甥呢出事啊，然后呢前一两个月都是住我们家，所以。整个过程你就看到那个临产前的这个辛劳很辛苦，挺一个大肚子。当然很有意思呢这个陈德书家姐姐那段时间呢很喜欢听我谈佛法我就想到好像穆建莲的舅舅好像当时候这个穆建莲母亲怀穆建莲的时候就辩才无碍嘛所以我就有点我也要赶快加油不然这个外甥到时候比我厉害没有啦开玩笑了我是说我也大家有来历我也得要能教他我得好好提升提升结果这个生产前呢，生产后啊，包含那个襁褓当中啊，这个一有动静啊，妈妈都是第一个察觉的，包含抱孩子啊，他有时候哭闹，你要抱着他，哄他睡觉啊，我也参与其中，
哦，结果每一次我报没有多久啊，都败一下阵来，我说，哦，然后他妈妈报那么久的，他都从来没有嫌累的，哦，所以这个母爱的光辉啊，真的感受很深，哦，所以我们读着这一段啊《诗经》的诗啊，我自己都感觉读着读着，啊，这个父兮生我，母兮举我，啊，扶我育我，长我育我，哦，你看多少父母拥抱我们的景象啊，啊，甚至是这个摸着我们的头啊，给我们鼓励啊，勉励啊，哦，我们读书，因为三个孩子年龄也没有离很远嘛，啊，我大姐到我三岁，二姐到我两岁嘛，哦，所以你看初高中啊，那都是课业最啊最压力最大的时候，这很多夜晚都是父亲拿着热腾腾香喷喷的东西进来，呵呵，哦。啊，都是生怕我们肚子饿了啦，哦，妈妈都好多夜里的走上来，快去睡觉了，都是催我们睡觉。哎，哦，尤其是父母的心都是不求回报的，哦，那个眼神都是完全信任的，哦，自己都是在这种信任的眼神当中一点一点。有信心，一点一点成长，嗯，好，所以这个父母之恩呢，啊，这个欲报之德啊，昊天罔极，哦，这个恩德很大，难以报答，嗯，哦，这个佛门也是特别强调这一点。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也给我们做榜样。哦，莲池大师也是勉励我们啊，父母离尘垢啊，子道方成就。啊，大家那么年轻就接触佛法，啊，家里的缘也很好。啊，一般来讲，你们假如父母没有学佛啊，学传统话，你们也不可能那么年轻就遇到了。所以这个父母生育养育啊，教育啊，甚至接我们，那让我们能接上啊百千万劫的佛法，难遭遇的佛法，哦，还有五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啊，这些恩德啊，我们要回报呢，那就要护念父母啊，啊，脱离轮回。啊，往生极乐世界做佛，这样我们为止之道啊，就报得圆满。好，那尽孝当中呢，啊，古人也有一些教诲啊。你看104句，哎，这个孝有三啊，这《礼记》当中提到的孝道有三个层次：小孝用力。体力，忠孝用劳，这个劳是为社会国家呢做出了贡献，事功，大孝不愧，不愧是不竭，不缺乏，那恩慈爱忘劳啊，可谓用力啊！想到父母慈爱养育之恩啊，他尽全力在供养，哎，忘了自身的疲劳。这个24孝当中啊，重油覆米啊，当然他也没有仅止于这里的啊，
他后来也是当了大官了，也为社会国家做出贡献了。那尊人安逸啊，可谓用劳矣啊。这个遵从仁德，安行道义啊，可说是用劳。我们想象一下，这些留名青史的圣哲人，他所爱护的百姓啊，遇到他的父母会表达什么？一定会对他们表达很真挚的感恩嘛，因为那是他培养出来的孩子。哇，你看那母亲、父母亲听了之后特别欣慰啊，这是忠孝用劳。大孝不愧这个是推广这个博施备物啊，可谓不愧矣。那这个博施备物的意思是推广自己的爱心使广大的人接受到恩惠父母死后啊，人们各以其敬礼啊来参与自己的祭祀。哇，那这就可以说是不愧了。那当然这个周公是做到很好了。你看他文王以配上帝他在尽孝达到这个高度了，那其他的诸侯都感动，然后一起来参与这个祭祀。那不是让各地都兴起行孝的德风出来了那这个不愧的范围就大了当然在春秋这个郑庄公不是跟弟弟闹矛盾了吗后来因为他妈妈太偏私他弟弟了，所以这一个故事里面呢，好几个伦常都在提醒不要犯了这些过。你看一个妈妈的偏爱变成兄弟相残了。那这个郑庄公就很生气了，就跟母亲讲不到黄泉不相见嘛，气话讲出来了。但话出去了，国君的话说不回来了。最后这个颍考叔啊，这个臣子非常善巧他就拿很好的东西啊送国君，国君就要回礼啊，就请他吃饭那国君请吃饭呢，那个食物都是很难得的所以这个颍考叔啊就把很难得吃到的东西就留着没吃庄公的你为什么不吃啊哎呀我母亲啊没有尝过这些东西要留给母亲了，就触动庄公的善根了但是话已经讲了，他也没办法了。结果颍考叔就给他建议了就在一个地方挖洞挖到底下去了底下有泉了就黄泉了嘛所以在地洞里面见面了。不到黄泉不相见嘛。那地底下有水啊，有黄泉呢。就等于是让他有台阶下路。这样父子母子啊又重聚了。这个对一个国家重不重要？重要啊。你全国的人说皇帝都不愿意见他母亲了，那底下的老百姓会有样学样了所以这
皇帝能这个君王能够再回到尽孝啊，母亲不对，那是他的责任。可是你儿子归你儿子的道你要走啊，所以这个时代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自己要先做对。我们自己不做对啊，没有任何资格批评别人。而且你自己做对了，还要不苛求于人，正己而不求于人，这样才会没有埋怨。所以老和尚讲经为什么常常说，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就是让我们时时存素道。我们前面的人他们没有机会闻到经典，不能怪他们。那可能讲到这里有人说了，有啊，我认识一个长辈的都学了三四十年了，学得好执着。那他更可怜了。大家说有没有道理？对啊，他百千万劫难遭遇佛法，他遇到了，结果他越搞越执着，那他不是很可怜？他掉到一个修行的误区去了嘛。所以人呢，只要有一颗慈心呢，不容易生气了。慈人有一颗宽恕的心呢，不容易生气了。好，这是三种行孝的方式。进一步也提到了父母爱之啊，喜而弗忘。欢喜，但是不忘父母的这些付出啊，恩德。父母恶之啊，惧而无怨。这个有时候过去生的缘呢，可能不是很理想。但这个都是能够化解，因为毕竟啊，没有父母的养育啊，也没有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在伦常关系当中啊，都要练念恩忘怨。父母对我们也很好，但父母也在修行。有时候可能有情绪的时候，这个都不要放在心上，人要记好的，不能记不好的。父母有这个嫌弃我们，那我们做子女的应该身加警惕，更注意自己的言行，没有埋怨，慢慢，就像大顺呢，就感动他的父母了，所以大家要体会因缘当中啊，对上要用感化的。父母啊，领导者啊，对上要用感化的。平辈可以劝，这个劝化，下一辈可以教化。你看缘不同，方式不可能都一样。你面对父母，你用教化的看看。他听两句他就憋了，这心里就憋了。我也听过这个有老人家抗议的。我这个孩子都给人家讲课，现在跟我讲话像在给我上课一样。这个都不妥当了。好，那当然你对下是教化啊。但是也被执着比方说，现在他的孩子已经十三四岁了，那跟他三四岁的时候教育方法一不一样？那差很多了，缘是一直在变的。我都见过这种，当父母的面对他的孩子都十四五岁了，
他那种讲话的那种态势都好像他还是个小孩，对这个孩子一定不是很能接受的啊、哦！你要感觉到他想当大人，是吧？啊，他又半大不小，你要横顺众生啊！哎，好，哦，所以面对这些人生的因缘，他要清楚境界的状况。好，父母有过啊，谏而不逆。有过失了，要婉言劝谏了，不能忤逆。好，那父母寂寞，必求仁者之术以示之，此之谓礼忠。好，那父母离世之后啊，都是以正当所得的食物来祭祀。对父母哪怕离去的都一样的恭敬、哦、你看二十四孝里面也有、哦、来把父母刻成两个、哦、这个立像、哦、每天这样礼拜就非常孝顺、哦、这丧三年长悲业、哦、那一份对父母的情谊都没有减少。好，现在讲课啊，人名啊，没有记得那么清楚了。好像那个有一个读书人，每一次给学生教那个鹿儿，就哭得泣不成声了。后来学生都不忍心了，都听，就是不让他讲这个诗了。好、哦、所以我们去感受一下那个古人对自己父母的恭敬。啊、那像二十四孝里有姜师这个人、哦、他很孝顺，当时候还出现动乱，有赤眉军呢、啊。赤眉军经过他家里啊，就说我这个住着孝子，不要惊动他。大家感受到什么？你看连这些作乱的有没有本善呢？有啊，他可能内心有太多不满了、啊、克制不了，可是你看他遇到孝子太恭敬了、而且啊还拿米啊一些食物啊供养他，哎，他接受了，受而埋之。哎，哦，你看，有时候你读古文哈、哦，它每一个字都有处世的分寸在里面。哎，现在这一群赤眉军要送你东西，你收不收？不收，看不起我，刀就拔出来了，是吧？受，但是毕竟是什么？抢来的东西啊，所以埋掉，不能拿来侍奉父母啊，祭祀父母，不可以的。好，好，我们看下一句啊，哎，我们行孝啊，下手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啊，孝的下手处啊，哎，进一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啊，这个自己有所建树了，德行立得住了，实行正道啊，把名声显扬于后世，使父母感到荣耀，啊，获得荣耀。这是实行孝道最终的目标。好，所以这个孝呢，始于事亲，开始于侍奉双亲，终于事君。好，进一步啊，发展到侍奉君王，终于立身，最终的目的
可以立身行道。当然这个人真的可以立身呢，一定会对家族做出贡献，对国家也会留名青史的。读书人都求啊立德，进一步呢立功，立言。老和尚常说的，总不能白白来世间一遭啊，总要做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来翻到91页，111句，感受一下古人的心境。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啊，是故道而弗敬。他走路啊，只走正道，不走闲僻的这些小路啊、捷径啊，因为怕有危险。这个叫身有伤，贻亲忧啊。所以是道而弗敬。这个周而弗友，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为代，不直接涉水过河因为这个身体是父母留给我们的因为这个水到底有多深不知道，会有冒险。好，那这个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愤言不及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所以讲每句话不敢忘了父母有这样的谨慎的态度了，有这样的孝心不会口出恶言因为言被而出者，亦被而入了所以这个小恶语说，打人就是打自己，骂人就是骂自己，你最后人家一定会找机会报复的。所以招致别人的怒骂了。所以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能谨慎小心。这样就了，不辱其身不侮辱自己的名声不羞其亲，也不使父母遭到羞辱。这可以称得上是孝了。所以这一句也是诠释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具体的做法。然后这个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这个也是德有伤，贻亲羞了。我们言行不当最后人家骂我们没家教了，就让父母蒙羞了。好，那当然不能忘了父母不能忘了我们代表家庭也不能忘了我们代表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国家大家在海外一言一行可能会牵动别人对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华人的看法包含那些我们是佛弟子这个都要顾及到整个佛门的形象传统文化的形象。好，我们看
零六句啊。这个是诸侯章第三啊，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啊。你看他在每一个位置上啊，他假如做不好啊，他父母就蒙羞了，甚至于啊，还会牵连到父母都有。你看这些大的官员呢、啊，他没有做好啊，你看诛几族啊，就麻烦。哦，或者《论语》里面说的"一朝之愤，忘其身以及其亲，非祸于啊！"啊，这个就是不理智啊，迷惑了啊。好，那诸侯就要把国家治理好啊，让父母安心，甚至告慰祖先呢、啊。好，那要的态度就是啊，这个。要不骄傲，这样才能高而不萎。啊、哦，要自节警度。啊、哦，不能奢侈，啊、哦，不能放纵自己的习气。啊，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哦，那后面还引了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哦，所以你处的位置越高啊。要跟战兢惕惕哦，不然呢、啊，很容易骄傲，很容易放纵，很容易奢侈的。我之前好像听过这个啊，在班级当中啊，小学生呢。啊，他们学的这些纣王啊、夏桀啊，哦、就会觉得哦，这些君王怎么这么夸张啊？哦，后来他们有机会当班长了，哦，哎，开始讲话都不一样了，啊、哦，所以老师说，嗯，你现在有点像夏桀，哎，这个，哎，哦，我们是有无始劫的习气的哦，你们要高度的警觉啊。哎，这个连我们在，你说我们学佛了，可是我们也是成年才学呀、啊。啊，你不管弘法还是护法，你位置一高了，自己警觉性不高啊，很多习气就冒出来了。哦，虽然我们的初心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但是没有这个战战兢兢啊。可能自己都不知不觉习气做主。好，107句啊，是卿大夫章第四。那这个句子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你看他那种谨慎的态度，就是一切都是随顺经典。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慢慢他就养成习惯，习惯成自然了。哦，所以能够最后言满天下不会有口过，行满天下不会招来怨恶了。哦，哦，那说实在的，我们一开始啊，要完全照经典呢，是一定要勉强自己的啊，时而勉强，终则泰然，哎，慢慢就养成习惯了。哦，好，哦，这样你当一个重要的干部啊，才不会出状况了。啊，108句啊，是四章，孝经四章第五了。哎，那这一句呢，我们跟117句啊一起来看啊。98页。这个都是孝经的内容啊。
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宜于君。”啊，你看，宜孝作忠了、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事兄悌，故顺可宜于长。哎，我们在家庭里对兄长啊，很恭敬，能敬悌道。啊，将这种恭敬心啊，很自然推移到去顺从长官。这点我是自己是蛮有感受的。比方到同学家，同学，这个是我哥哥，这个是我姐姐。当然是，尤其说是我姐姐，我感受比较深啊。你自然而然那种对姐姐的恭敬就会上来。所以孝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是吧？你到同学家看到他妈妈在那里煮饭，你假如能念父母的母亲的辛劳，你一看到人家的父母，自然这一个尊重他的心就起来了。教以悌，所以敬天下是为人兄者也。教以诚，所以敬天下是为人君者也。那居家里啊，故智可宜于官。他这个家居生活治理得当啊，因此把自家的经验能宜于治理整个国家的政务了。好像一个小故事嘛。有个小朋友他家来客人了，好像这房子里不是很整齐嘛，这长辈好像提醒他了，他说我这个手是拿来扫天下的。结果他的长辈说你一屋不扫怎么扫天下。好像前几天有没有跟大家说，老和尚说你修行在哪里修啊？就在你生活的细节里面。好。那我们再看到比方说正莲，他们家里有千人，这个千人他都能够团结好，都能够让他们生活的都很有序啊。那这个能力已经很了不得了。所以在古代大家族，你能治家，那你就能治理一方了。你就可以参与这个国家的治理了。所以故智可宜于官了。所以是以形成于内，而名利于后世矣。在家养成的孝悌还有善于礼家的这些品性那在外才能建功立业那美好的名声自然会显扬于后世所以扬名于后世最重要的就是孝悌你有孝悌，你就懂得爱人还有你还有做事的能力刚刚提的孝廉，孝是德之本，廉是做事之本，这两个字也是亘古不变的选人才的标准的。所以这个是四章第五。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那能忠顺不失这么好的态度来服务领导来做自己的工作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世之孝也。109句那这个是一般人
尤其我们是农业以农立国，所以大部分是农耕，那就用天之道分地之力，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啊。那当然这个谨身节用，谨身也是自己的行为不能为非了，然后小富从俭嘛，节俭呢才好奉养自己的父母。好，所以谨身节用啊，我们在白话里面是谨慎尊礼，节省用度。尊礼啊，礼是敬而已啊，也是要恭敬对待父母。所以你一般百姓啊，孔子也是提醒了啊，刚好弟子们子游子孝问孝了。孔子强调什么？要恭敬。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你看犬马对我们也有奉养。那我们假如不恭敬，那就跟犬马的奉养没有差别了。还有色难。和颜悦色啊，奉养父母，这个很重要啊！我都听过那个老人说了，孩子啊，给我们多少奉养的钱呢？我觉得那个都不重要啊，只要啊，他不给我脸色看就好了，他不讲那些忤逆的话就好。哇，大家设想一下，你看父母是把我们拉扯大的，当我们摆一个很难看的脸色，对他们来讲是太难受了。所以孔子讲这个色难，很关键的。当然我们都要以圣人教的标准啊，不能随波逐流。哇，现在的风气，我能拿回家，拿钱回家，我也算很好啦。都是，不是以经典呢，都是往下比的，德要往上比，不能往下，德比于上则知耻。110句，曾子曰，这一句啊，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个任何事啊都跟孝道有关系啊。你看生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啊，敢不敬乎啊。这个身体来自于父母啊，我们用这个身体去做任何事啊，怎么可以不慎重了，一不慎重了，可能羞辱甚至也会灾害到自己的父母。那比方说居处不庄啊，非孝也；生活起居不庄重啊，不孝了。比方说刚好有机会你父母到汉学院来了，一看你的房间很乱，里面气味很难闻，父母就很不放心了。整洁为强身之本。我还有看过那个照片，进去大学生的宿舍，哇，衣服很乱了，连那个吃的便当可能两天了、几天了没处理，都发臭了。好。所以这个生活环境啊也要庄重啊，父母才放心啊。事君不忠啊，非孝也。
这个在古代呀、都有记载啊、比方说他的孩子啊、从军了，后来回来，母亲问他：“哎，你不是出征了吗？”他说：“我逃回来了。”哎，这个母亲啊，不让他进门。就古代呀、觉得做人啊，节忠尽孝谓之仁，忠孝二字啊，是我们这个人格当中啊很重要的品性。哦，所以我们讲的事君不忠啊，这父母会很难受。哦，《三国演义》里面说的徐庶，啊、哦，他是刘备的谋臣嘛，啊、哦，结果传来可也好像不是事实啊，但是这个徐庶因为也很孝顺嘛，他就慌了，就要赶紧赶回去了，就传来说曹操抓了他母亲了，他急着赶回去啊，有点六神无主了。结果呢，他好像走了又回来啊，推荐诸葛孔明，结果就赶回去了。哎，当时有一个人啊，知道这件事就讲到了，这个徐庶不回去啊，他妈妈不会死；徐庶一回去啊，他妈妈必死。结果回去，他妈妈在家，哦，结果看他儿子回来，你怎么可以违背你的主公呢？哦，他妈妈就知道很痛苦啊，孩子怎么不忠于自己？但是当然，这个徐庶也是这个孝心嘛。可是你看他的母亲就很真烈了，他就寻短了，嗯，好，好，好，那这个下一个是立官不敬，非孝也。好，这个升任官职不认真负责，这不是孝的表现。哦，这个晋朝的陶侃，哎，做了跟渔业啊，比较有关的官员，结果就有寄这个鱼罐头啊，这些东西啊，给他母亲，都被他母亲退回来了。哦，你要以身作则，不能假公济私了哦，这些都要注意到了。哦，朋友不信，非孝也。哦，你看我们有这些情况了，就会羞辱到父母，战阵无勇。非孝也，哦，无者不遂，遂是完成了，这个无者没有做到了，啊，灾及于亲呢，敢不敬语，哦，这损及父母的名声，啊，甚至父母的安全都有可能，哦，所以怎么可以不慎重？好，所以老和尚说了，他这一生的成就啊，念念不忘孝亲尊师的啊，他一想到父母，想到老师啊，我的德行要不断提升啊，老师交代我的工作啊，我要把它完成了啊，他就有不竭的动力了啊，当然。老人家自己的性德的智慧德能也会不断彰显，哦，所以地藏菩萨心地宝藏啊，怎么开发的？啊，就是地藏菩萨的表法，啊，婆罗门、光目女、孝亲，哦，然后地藏菩萨负责啊，释迦佛涅槃到弥勒菩萨。成佛再来这一段时间呢，
啊，众生的慧命啊，众生的安危啊，交给地藏菩萨了。所以是，他是地藏菩萨是老师傅应物还，啊，老师命行物懒，哎，好。好，我们再看112句啊。所以我们老祖宗呢，教育是随顺人性的教育。哦，所以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了。啊，父母对我们恩最大，我们居然不爱父母，还去爱别人，这是违背道德。现在这样的人不少。哇，你看他怎么对别人那么好。哦，那可能对方是客户咯。哦，或者他有他的目的了，有利的目的了。他假如是义了，那很自然的一定是从恩德最大的去爱护起了。哦，所以这个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是抉择。哦，诸位同学，你们看，人生有哪些抉择特别重要？哎，每个人讲一个，嗯。哦，我刚好喝喝水。来，轮子讲吧，抉择啊，抉择什么很重要？师傅好。你好。思雨觉得，就是在目前阶段来说，对思雨觉得抉择很重要的是，上学，就是上什么学校？择校哦，那挺好，请坐。这个是就是前。20岁的一个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对，就是选择学校，很好，啊，谢谢思雨啊。我们呢都会受环境影响，所以孟母为什么3000呢？环境，5种仪规为什么有训俗仪规？一方风俗，我们潜移默化受影响。哦，好。师傅好。好。是刚刚思雨提到了选择学校，选择学校的话，选择老师也很重要。对，哦，择校，择师。好，谢谢陆星啊。哎，这个每个人都要讲一个哈。我觉得选择行业很重要。哦，择业。这个也很重要。好，你觉得关键在哪？择业的重要性关键在哪？关键看自己的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想我的利益，还是说为了更大的群体的利益？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可能自己就跟这个有点像选择专业吧，就是自己要有热情去投入的那种行业，不是说什么赚钱我去做什么，可能能够长久一点。因为如果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的话，那可能过几年它就变了，那自己总在追逐那个啊，对，所谓的利好风口的那个也很累，但是如果是自己热爱的东西就可以坚持下去。很好。好，谢谢。我昨天刚好跟大众谈到忍，一切法则成于忍嘛。哦，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要忍住贪哦，不然你本来事业还做得不错，哦，哎，看到另一个行业好像很好赚了，你要跨行，结果一跨。
跌下去了，这也是贪呢、啊。然后就这个血本无归之外，可能还负债累累。哇，这个好多大企业，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贪了下来啊，甚至都是寻短走的，那就非常遗憾的。哦，所以我们做什么事的动机还是很重要。你是为自己利益而已，还是你是觉得这个行业是有意义的，可以服务到社会的，利益到他人？其实动机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福报了。哎，好，当然我所成长的环境呢，也是有听到一些谈论的，都是哦哪个行业赚钱最多，去做哪一个。其实这个对于下一代的教育这样的引导，不是太妥当了。好，那择业当中啊，还有一个关键哦，你不能是造业的行业，哇，那就麻烦了。我曾经遇过范公的后代，哎，刚好聊到，他们在择业的时候都会慎重考虑，啊，所以很多都是当官、当老师，啊，造桥铺路的这些工作，哎，这个是可能是他们祖上一直传下来，要后代要注意的地方，择业。小雪啊，还有就是很重要的是择友。哦，择友，好。哦，所以古人说：“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所以我们这个单元还有择友这一个主题啊。啊，亲父善友啊，如误入中行。啊，大家看那个早晨在森林里面呢，啊，蒙蒙的。你虽不湿衣，好像没有一下你的衣服都湿掉了，但是那些水蒸气啊的都在时时有润啊，都在滋润你的衣服的。好，师父好。你好。佩林觉得择邻也很重要，就像哦对，《论语》里讲的以人为美啊，对对对，很好。这个也是环境啊，哦，择不处人焉得志，嗯，我们闽南话说，千金买产，万金买好处边啊。你们有没有觉得我讲闽南话都有点快要唱起来？哎，这个就是押韵的好处，嗯，就是千金买田呢、啊，万金买好邻居啊。这个就是择邻的重要性。嗯，好，好，所以以后你们住哪里要注意啊。春燕，师父好，春燕觉得择偶也很重要。哦，好，这个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好，谢谢。其实。男众选太太也很重要的，哎，这个选得好旺三代，选不好会败三代哦，哦不是败三代，会一败涂地哦，就拉不起来了，嗯，好，哦，那像我们这个男同学呀，你们假如以后。啊，觉得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啊、哦，啊，要弘法立身呢，找对象呢，啊，就要找那个能支持你，啊，他很欢喜你做这种利众的事情。你要找一个心量很小，啊，就喜欢依偎在你身边的哈、哦，
啊，那你就吃不完。啊啊，嗯，你每天就是很多事了。他就是常常在那里，你都不陪我，就在那里闹脾气了。哦，那你也不能怪他，还是你自己欠人家的，还是你不够有智慧，在劫难逃。对啊，你有智慧，你就不会陷到这个劫难里面去了，因为你的理智扶住了你的业力。你就可以转，缘是可以转的，啊，转恶缘呢为法缘，啊，或者也不要用恶了啊，转情缘为法缘，啊，这个你们假如有兴趣的话啊，我们私底下再聊啊，啊，这属于私聊了吧。没有了，改天喝咖啡的时候啊，好，哪天开班会我请你们喝咖啡啊，我一般想喝咖啡跟喝茶还是上午比较好，下午怕影响睡眠啊，好，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一定是你自己动了心了才会招感因缘，你自己立得住，你很清楚，我走入这个陈家，我要找的是泾河同解的，你自己很清楚，你就不会一下子太激动，都有业力的，好，大家要知道，因为这些抉择啊，一下去就不是三天五天的事情了。好，这个宇阳啊，师父好。还有一就是选择自己死后去哪？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哦，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韦提希夫人啊，佛把整个宇宙的国度啊都呈现在他的面前啊，他抉择了，我要去极乐世界。好啊，当然接下来佛讲了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讲了敬业三福，我们也得要这么修。选好了，就要往目标啊，勇往直前的迈进啊，绝不能方向错误了啊，不能背道而驰了。好，哦，那这个啊，112句啊，这个是随顺人性的教育。所以也用在我们择友择偶的判断啊，一个人有没有德啊，一定先看他有没有孝心啊，他不爱其亲啊，他不敬其亲啊，那这个自己要慎重了，而敬他人者谓之背礼的啊，这是违背礼法了。好，113句啊，这一句呢也是这个亲友过见死根呢的一个呼应了啊，不然有些不了解经典的就批评传统文化迂腐啊、愚孝啊，你都可以拿这一些啊让他了解，不然他又造口业了。哦，这个是见真章。这个见真章第17章啊，15了啊，15。好，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敬
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啊，因为前面孔子关于慈爱啊、恭敬、安亲扬名的道理、啊、都有教导了，啊，则闻命矣，已经啊都听闻了，听懂了，啊，接着请教了。敢问从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啊，从父就是都是听从父母的命令啊，这样可以说是孝吗？好，那孔子回答了，子曰：“是何言语？是何言语？”啊，哎，这是什么话？啊，等于是讲的不妥当了。啊，昔者。啊，这前面是也是比喻了啊、哦，举事例了。天子有正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啊，天子管理的范围大了。啊，一个国度呢，诸侯有正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啊，一个大夫啊，他的家族不小啊，大夫有正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哎，这个都是富贵的人呢。再来呢，一般的读书人啊，一般读书人，你没有臣子了，哎，事有真有啊，则身不离于令名了。啊，他有直言规劝的朋友，离就是离去了，失去了，自己不会失掉啊美好的名声。啊，最后带出来了。富有正直，则身不陷于不义了。故当不义而正之，从父之命，又焉得为孝乎了？好，好，所以这个父母啊，有道义规劝的儿女啊。他自身就不会一时糊涂啊，啊，成了千古恨，我会陷于不义了，啊，我们都有看过报道，啊，父亲年纪非常大了，七老八十，啊，要娶那一二十岁的女孩，哦，那这个儿子就劝阻，还被他父亲打，但是事后啊。他父亲一冷静了，就还是有跟他儿子道谢了，因为他父亲也是一生呢对国家算有贡献的，啊，都有一定的地位的，啊，好，好，所以这个我们后面延伸开来，好，所以面对父母、领导、朋友不合道义的思想言行。其实都应该要劝谏啊，说善相劝，德皆谏，过不归，道两亏了。所以一味盲从父母的号令，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怎么能够称为孝呢？那可能就陷父母于不义咯。好，那我们看114句啊。这个就更具体说明在哪些地方呢？啊，可以不从父之令了。啊，你看父母愿救人不以正，以审其不然，可为而不报也。啊，父母没有按正理啊，埋怨怪罪别人。这个怨咎啊，埋怨责怪，神呢知道明白了，啊，哎，知道父母这样不对，啊，当然这个神有时候也是啊，你不能只听一面，
你还要去客观看一下实际情况。啊，这个在五伦关系里面大家都要注意这一点。不然有可能人家抱怨的话，甚至于是这个离间的话，就可能会出大问题了。好，所以可为而不报，可以违背父母之命啊，不去啊，报复。父母欲与人以官位绝路，而财食不可。你处在高位了，你可能可以选财了，可以推荐人了，可是这个人的才能实难胜任呢，那可以违背父母的命，不听从。父母欲为奢泰持米，以事心快意，可为而不许也。父母想追求奢侈靡费的生活，让自己都是纵欲了，觉得这样比较舒适快活，那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不予答应。父母不好学问呢，及子孙之为之，可为而学。他们不喜好学问呢，那结果就反对子女求学问了，这个可以违背父母的意愿而去学习。当然这个可为，大家不要误会哈，不要误会成直接指正父母不对，跟他顶着来不好。比方说父母可能他以前对传统文化对佛法有些误解，他不让你学，这个你可为而学，他更重要的，学了之后好好做出来，后来他知道你的改变是因为学这个，可能比较能翻转他一些成见。父母不好善事啊，勿子孙教之，可为而有也。不喜好这些贤良之事，这个也可以违背跟他们交往。事由有患故，待己而济，父母不欲其行，可为而亡也。这等于是朋友遇到忧患需要自己帮忙了，父母反对啊，这个可以低调的去帮助。接下来这段结论很有味道了。故不可为而为啊，非孝也，不应该违背，我们违背了，不孝。可为而不为啊，亦非孝也，应该违背。我们却没有违背，因为父母不对了，那你还是照做，那也是不孝了。亦不孝也，好不为非孝也，一味喜欢盲从遵守父母之命，这非孝也，好为亦非孝也，一味的喜欢违背父母之命，当然也是不孝顺的。我也有听当父母的人，哎呀，现在我孩子都跟我对着干了，所谓青春期是吧？青春期这个词啊，我们中华五千年这个词啥时候出现？还是教育问题啊，其得意而已矣，这都是要看的是否符合道义标准在这里。这个礼义啊是准绳，是标准。忠信是动力啊。好。
我们今天先大家学习到这里。